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何韵姑。咁寻日咧，我就喺我 Facebook Fanpage 入边开始咗一个行动。咁喺呢度咧，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咁样支持啦。咁究竟系咩咧？就系由6月5号开始，直到6月15号啦。我就承诺咗，如果我嘅 Fanpage 咧每增加一位嘅成员，即系每增加一位嘅 fans 咧，我就会以个人嘅名义捐出1蚊。俾我嘅何思思 charity fund 入邊嘅助學基金，咁呢個助學基金咧，其實就係為我哋香港一啲貧窮家庭嘅學童咧，喺佢哋學業上面做一啲嘅資助嘅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幫我手啦。咁我即係嗰個計法咧，就係由尋日開始一路增加。如果增加咗5000人嘅話，我就捐出5000蚊。如果增加一萬人的話呢，我就會捐出10000元，咁如此類推嘅。咁當然希望就越多越好啦。咁所以呢，依個下面就係我嘅網址係啦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咁樣參與啦，等你啊！